ตามข้าวครับทานข้าวไหมคะยังครับ嗱，一場槍戰之後咧，咁市龍區咧又恢復翻少嘅平靜啊！咁有啲市民咧就騎住單車就送啲飯俾啲軍人食，多謝佢哋保護佢哋嘅家園咁啊！喺亂世都有啲温情嘅表現。除了後面之外呢，前面都有些少女拿些飯給軍人去吃，我就不知道去哪裡吃好了，因為我每天吃飯的餐廳今天竟然是休息的。